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我很久都没有做过开箱的视频了。今天呢，我要开箱的镜头呢比较特别，就是这款奈斯的15mm f/4时针星芒超广角全画幅镜头。奈斯这个品牌呢，在做滤镜方面呢，已经是非常有名了，而相机镜头呢，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尝试。而这款镜头呢，它的卖点就是无论是在 F4 还是在 F22 都可以拍摄出非常好看的时针星芒的照片。那先看看外包装，通过照片呢可以看到，这镜头呢应该呢是非常的小巧的，而这镜头呢是给尼康的 SD 卡口的。那不过呢，据我所知，他们同时呢也提供了这个索尼的 E 卡口版本、佳能的 IF 卡口版本、富士的 X 卡口版本，那基本上呢就是覆盖了市场上面主流的相机品牌了。那打开这个包装之后呢，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遮光罩。那这个遮光罩呢，这个整体的感觉呢还是挺不错的，质感呢也是挺好的，而且上面呢还是有刻有这个奈斯的这个 logo， 这个奈斯的 logo 的黄色，我个人还挺喜欢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温馨提示了，在安装使用此镜头之前，请先将相机设置为未安装镜头释放快门，只有启动这个选项呢，镜头才能够进行拍摄。那不过据我所知呢，尼康的 SD 卡口镜头呢是不需要进行设置，直接就可以使用的。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保修卡还有一个说明书。那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镜头的一个袋子，做工同样也是不错的，一个绒面的一个镜头袋。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一个镜头了。摸在手里面的感觉呢还是挺有分量的，它虽然很小巧，但是呢我感觉就是它做工真的是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做工非常的扎实，而且它是纯金属的一个结构。那官方说的就是它有470克的一个重量，拿在手上面的感觉呢真的是挺不错的，做工各方面都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这是一个中国制造镜头，那现在不得不说了，就现在的国产镜头呢做工呢真的是越来越好了。那在镜头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SD 卡口的镜头。那其实呢打开这个盖子呢可以看出来，其实它的最大区别呢和尼康的这种他们的就是原厂镜头呢最大区别就是现在这个镜头呢是少了这个电子触点的。那这也是呢代表了它呢其实应该在当我们连接相机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光圈的一个数值的。那这个最靠近卡口的部分呢，上面呢就写了这个是一个 SD 卡口镜头，然后上面的所有的印刷就是一些刻印的。那这呢同一时间呢也是和尼康的这种 SD 卡口的 S 系列呢也是一样，都是做这个刻印的，做的非常的相似，感觉就是非常的高级的。那在靠近这个卡口的部分呢就是这个光圈环，那上面呢有 F4 F5.6 F8 F11 F16 F22 这六个不同的一个光圈的一个档位。那当我们转动它的时候呢可以听到一些咔嗒咔嗒的声音的。那由于这是一个手动对焦的镜头啊，那所以呢对焦环的设计呢就非常的重要了。这边呢也有不同的刻度，也有在不同的作为一个不同的单位，在转动的时候它的阻力感呢也是挺不错的，那非常的适中。那打开镜头盖呢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72mm的一个口径的一个镜头，那它的这个镜面呢是一个球面来的。那我刚刚呢也看了一下说明书，那虽然呢这是一支15mm的镜头，那不过呢它的视觉达到这个112度，那超越了传统15mm的这个110度的一个标准，那基本上呢已经达到了一个14.5mm的一个广角镜头了。这支镜头的结构呢为10组12片，光学结构呢为一片双面光学玻璃非球面镜片和2片低色散镜片，光学叶片呢为10片。那以上的数据再配合官方的这个 MTF 图呢，可以看出呢它应该在锐度、在画质、在这个色散控制等方面呢都有不错的表现。在之后的这个完整测评视频中呢，我也会进行详细的一个测评。那这是一支广角的镜头呢，所以大部分时候呢我们都会拿它来拍摄风光。那风光拍摄呢离不开这个滤镜，那奈斯这方面呢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到的。我们呢还可以搭配这个奈斯的 V6 的支架系统，使用100mm的这个方形滤镜，那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在镜头上面使用这个圆形的滤镜，那把它安装在相机上面呢
镜头上面呢本身是没有电子触点的，所以呢相机呢是无法识别镜头的这个光圈数值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调节镜头这个参数来改变光圈的一个数值。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这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那我现在呢就会带他出去拍一些样片，之后呢我也会再做一个详细的镜头测评视频，请大家呢记住关注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